我是公关列车长的2020年11月13号，花莲站，花莲站，5:50，说白就是第七六六八，整体我都过往。今天的是666A次，回送玉里，来开往玉里的整体火车 R167，蓝色单彩电筒，以及第七六八整体火车过往。耶，拜拜！啊，如果小明跟马掌门多多对我们道句光片，三个字就能拜拜。走！哇，我的真有的光！好了，就这样，拜拜。阿洛小明跟马总们都对我们的地方片，就这样，拜拜。